红柿。哇，小头爸爸，你快看呀！小头爸爸，西红柿已经结了这么多果实了。是啊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可以吃到自己种的西红柿啦。那我们应该想想办法，让果子长得更快一点，更大一点。办法还是有的，比如施肥啊、建苗啊，或者……是乌鸦。哎，大头儿子，有点不对劲了。我们的西红柿还没长熟呢。你这个坏乌鸦，怎么能抢我们的西红柿呢？等等，大头儿子。乌鸦吃果子只是它的本性啊，我们不能伤害它。那我们的西红柿怎么办？我们可以想办法不让它靠近菜园就是了。好，我是不会让你这个坏乌鸦再吃掉我们的西红柿的。哈哈，我家的西红柿又长大了。别急，我还有办法呢。小乌鸦，这下看你怎么偷吃。哈哈，吃不到了吧？哈哈，再见啦，贪吃的小乌鸦。嘿嘿，成功了，我赢了。怎么了，大头儿子？西红柿钻出来了。哎呀，我没想到哎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西红柿喝足了水分，自然就会茁壮成长的啦。啊，糟糕！坏乌鸦，还我西红柿！哎呀，乌鸦又赢了。哼，我不会让你再抢走一个西红柿的。乌鸦，你来吧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一整天都会监视你，绝不给你偷吃的机会。嘿，哈，嘿，哈，嘿，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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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乌鸦，我们都斗争了一天了，你就不累吗？你抢走的西红柿还没熟呢。可是你现在把还没熟透的果子都吃光了，我们就等不到吃又大又红又甜的西红柿了。你就不能等几天吗？这几天你就别再来抢了，我们一起等西红柿熟了再吃好吗？哇，西红柿好香啊。算了，我认输，这些西红柿都留给你吧。大头儿子，我们的西红柿有救了。搭建完成。小头爸爸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特殊面料遮布做的蔬菜大棚，能够保护蔬菜瓜果不再受鸟类侵袭。那么这层遮挡啊，西红柿就隐身了。鸟类就看不到了。没错，可是乌鸦会上当吗？哎，我们试试啊。哈哈，成功！终于熟了，瞧，又大又红了。是啊。等一下，回来。小头爸爸。这个西红柿就送给小乌鸦吃吧，小乌鸦知道了成熟的果实才好吃，下次就不会等到果实还青的时候就摘了。好，吃得开心呀，小乌鸦。
小朋友们回教室上课了，把手上的玩具都放下吧。大头儿子，别抓沙子了，快去洗洗手。哎，才玩一小会儿，我还没玩够呢。今天我们要认的字是责任。责这个字上面是三个横一个竖，下面是个宝贝的贝。大头儿子要好好听课哦，坐直一点，注意看黑板，不要往窗外看。我还没玩够呢，要是可以一直课间休息该多好啊。小朋友们，大家写完了吗？认字课暂时先上到这里，因为今天小朋友们还有一个特殊任务啊！今天是幼儿园的一日班长活动日，大家抽签选出一位小朋友担任班长。月牙老师，要是我抽到签当班长，是不是大家都得听我的？大头儿子，班长可不是这么好当的哟。同学们，大家排队来我这里抽签吧。我有强烈的预感，我能中签。我数数，我们一起来翻签。三、二、一。哈哈，抽中了，是我当班长。放心吧，我肯定带大家玩最好玩的游戏，保证大家都喜欢。大头儿子，当一日班长可不是只带着大家玩，还要注意团结所有的同学，处理好班上的事。雨安老师，我知道了。大头，你怎么不跟我们一块玩啊？我是班长，我要维持秩序。壮壮，秋千不能总是你玩，该我了。我才玩了不到五分钟。明明是你一直在玩，那你只能再玩一分钟。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这哪有一分钟啊？这就是一分钟，你下来。走，找班长评理去。大头，壮壮他霸着秋千不下来。我没有。好了好了，要不毛茸茸，你就先让壮壮玩吧，你过来和小明和汤圆玩滋水枪。我才不呢，大头，你平时就跟壮壮特别好，今天你当班长，你当然偏向他了。我没有偏向男生啊。哎呀，上课铃响了，大家都回教室吧。我不回去，我还没玩够呢。我也不回去，好不容易轮到我玩，我才不要回去。这蛋宝，我当班长遇到了麻烦，快来帮我。我在。上课铃响了，可是大家都不回教室，可怎么办呢？你是班长，就有责任想出让大家回去的办法。我是班长，就一定能想出好主意。外面太阳紫外线太强了，难道你想被晒黑吗？天啊，我可不想晒黑，那样就不漂亮了。小明、汤圆，海战已经结束。现在陆地战打响了，你们要不要由海战转为陆地战？要！快赶回去加入战斗吧！冲出啊！月牙老师怎么没有来呀？大家安静，安静！汤圆，站住！蛋宝，我该怎么办？现在是准备上课的时间，老师没来，大头儿子作为班长要管理好班里的秩序。对了，蛋宝，开启幻灯模式。好的。大头班长做得不错哦，我故意来晚几分钟，就是要看你是怎么处理的。月牙老师，班长一点也不好当啊。大头儿子，当班长可不能只是带着大家玩得开心，当同学间产生了矛盾，班长应该帮他们调解纠纷，让他们握手言和。壮壮，刚才你一直荡秋千不与毛茸茸分享，是你的不对。对不起毛茸茸。没关系，这就对了。大头儿子，班长要有责任心，能带领大家出去玩，也能让大家按时回来上课。那下次的一日班长你还想当吗？还想当，我一定做一个更负责任更称职的好班长。